一部好看的韩剧除了要有好的剧本跟演员们的演技诠释，隐身在后的音乐如果用对了更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像是红透半边天的天空之城，由新人歌手何真演唱的 We Align 会在每集的结尾中出现，连很少看韩剧的人都能哼上几句。所有新人因为唱 OST 而爆红，足见音乐存在于戏剧的必要性。也有不少歌手因坚强的歌唱实力及独特的嗓音成为热门人选，有新一代 OST 小王子之称 XO 的 Chen 就为李东旭及刘英娜主演的触及真心演唱 OST。 So make it come曼史是别册附录，则找来了 Roy Kim， 温暖疗愈、富有故事性的歌声，近年来也是演唱 OST 的首选名单之一。配备更能因为是大咖演员主演的戏剧而有加成效果。朴宝剑与宋慧乔合作演出的男朋友，透过 Eric Name 温柔的嗓音和吉他的简单旋律，整个感觉就是对了。 I know I belong to you， 이렇게 널 바라보는 순간이 영원하길 바라는 이제也为男朋友首次现身 OST， 唱出了男女主角暧昧关系的甜蜜感。Don't hesitate, love. Don't hesitate, love. 지금이순간모든게지나가도록더는내버려두지마요而由玄彬搭配朴信惠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不仅演员阵容同样受到高度瞩目， OST 由铁肺歌姬 Ellie 助阵，好听也好看。 My heart is you, heart is you.就能立刻回想起戏剧片段，这样的 OST 可以说是成功了。以上这些你都听过了吗？就算还没追剧， OST 可不能漏掉，赶紧点开来听听看吧。完结了才选这里报道。